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A 猕猴桃脑，等，哈，太好笑了。命运般的猕猴桃，你们才猕猴桃。因为之前不说比赛嘛，然后我每次上节目上直播都说，哎，你比赛加油啊，祝取得好成绩啊，哇哇，打得很臭也很开心。拒绝，看拒绝带走。竟然有个人问我什么时候穿女装跳舞，我为什么要穿女装跳舞？这是什么操作？我的屏幕怎么变成了一个女的？最好弹火枪。